我们不可能打一辈子球，你就没想过当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吗？其实从那时候开始，你就应该知道，我们早晚会碰到。我们躲不掉的。来。I've got nothing to say。现在我们该做什么？该做的是一分一分给我把球咬回来。Show me what you've got。咱都30年朋友了，就一天是对手。我16岁进的排球队，这墙上呢，每一个球印啊，就是以前那帮傻姑娘一个球一个球给凿出来。那时候我们打球，那真的是什么都没有，但我们心里边有这个。你有我心肝的，可是他们不信呢。他们说我们永远高不过俄罗斯，也跳不过巴西，也没有塞尔维亚跟意大利的力量。现在你能给大家带来展示的希望。我郎平从来不装，我都是玩真格的。排球不只是我们的工作，还是我们生命的全部。我不管别人还需不需要中国女排，我需要。